二百克砝码上秤240，这不妥妥八两秤吗？括弧就抽了20%。这是二百克砝码写着呢是吗？差多少？鬼秤抓现行了，别碰啊，秤别碰。你家缺斤少两，现在消费欺诈，懂吗？都给摁那块了，竟然说啊没事儿，差多少给你补，咱俩就想蒙混过关。没关系，没没钱起早贪黑挣点钱容易吗？贴型的还不承认呢？家里有心脏病，我告诉你，要给气了。那我们现在谁没心脏病？我们跟人说。那老公出个房产，你怎么办？我们肯定是只要一个公平跟正义。那你们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我什么人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跟法律谈条件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联系了我们，并处理了此事。我是消防区市场局，我们营业，我跟你说一下。